不红啊，这个人。不，我不认识他。我通过大家的表情，我可能得罪了，我可能。我都快猜出溃疡来了，这贵字，杨颖啊。杨颖，我的名字。你连杨颖都不知道是谁？啊，对不起。欧阳娜娜。杨超越。干啥的？唱歌的呀。某个组合，什么火箭少女里边的。庆余年鸡腿姑娘。庆余年不知道。李沁。再给次机会吧，第一个就错了。天哪，又不认识。这我认识。张歆艺你也不认识。周深你平时在干嘛？只关注我的节目吗？